少帅，娱乐新闻，闲局此篇。宋慧乔第九，全智贤只能排第二。韩国最美纯天然女星，第一竟是她。韩版花样男子的具惠善可谓最老的一个版本山菜，但她气质温和，深具亲和力，生活中也是一名具有艺术气息的才女。曾经是网络脸赞百分百的自然产。宋慧乔第九，全智贤只能排第二。韩国最美纯天然女星，第一竟是她。韩版花样男子的具惠善可谓最老的一个版本山菜，但她气质温和，深具亲和力，生活中也是一名具有艺术气息的才女。曾经是网络脸赞百分百的自然产。宋慧乔高中时期就已经在演艺界发展，样子与现实差别不大，可谓是货真价实的天然美女。精致的东方面孔，眼睛下面还藏着非常可爱美丽的卧蚕，笑起来分外的乖巧温柔。另外，宋慧乔平易近人，清纯的气质更是让她老少通吃。那年冬天风在吹中，在完美的近景镜头中，她完美无瑕的幼嫩肌肤更是让人惊艳。朴信惠也是从小美到大的女神，不仅这样，还是妥妥的男神收割机。在现在一小一脸为美的娱乐圈里，漂亮的圆脸女星就很难得了，而李英爱就是其中的代表。她的脸是典型的圆鹅蛋脸型，有点圆有点肉肉的，眼睛鼻子嘴搭配起来却是很难得的自然美，稍微下垂的眼角给人善良的印象。很早便出道的文根英一直给人以可爱美丽的国民妹妹的形象示人。文根英具有圆润的鼻梁，含情脉脉的眼神和丰润的两颊，创造出了可爱的新型美女形象，俘获了很多宅男的心。大大咧咧的猛智孝、宋智孝五官都很完美，但组合起来不给人感觉美艳，反而有股亲和力，如同邻家大姐姐。在综艺节目中素颜出镜也为她的形象加分不少。韩佳仁是韩国素颜美女的典型代表，她的美是超凡脱俗的清雅，精美的脸型，完美的鼻子无人可比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再加上白皙动人的肌肤，不用多加修饰就气质脱俗。美女总会被人拿来比较，孙俪珍和韩佳仁就常常被比较。很多人说在五官外貌上孙俪珍比不上韩佳仁，但是要孙俪珍更耐看。孙俪珍身上带着很温和恬静的气质，有点秀外慧中的感觉，属于清秀型的典型美女。全智贤是属于性感型的美女，虽然五官线条不是十分分明，但是性感的唇、完美的鼻子加上完美的身材，也是令人为之疯狂时尚大美女。的是金泰熙，她是韩国演艺圈内为数不多的天然美人。她的长相甜美，五官精致，笑容更是温馨，具备了古典美和现代美。 Sponsored Apps 更难得的是她还是首尔大学毕业的，她还曾经是首尔大学的校花，真可谓是才貌双全，这也难怪被封为国民女神了。